现在 TV One 真感谢你，你引导阮伫 Toronto 台南教会兄弟姊妹机会当聚集做伙，特别引导阮来到伫这个 Castle 这个 Redeem University 的所在。而且阮三天的时间来为这来参加，来领受你通过宋牧师给阮新的启示。我记得是跟阮三个地点，也好，阮伫这所在当。安静来思考，阮教会，阮这时代，的这责任，也予阮伫这个时代变迁的中间，阮教会也要转来报扬与上帝拯救的福音。恳求你的心甲阮三个比例，也予阮所行所做拢合你的旨意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名，阿门。是咱来，我来读第九页圣经，啊，记载伫马太福音啊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来试耶稣，请伊用天的神迹予因看。那时因讲，当时恁讲袂好天啦。因为天色红，也早起时恁讲，今仔日有风雨，因为天色乌暗。恁为遐分辨天色，独独未分辨遮个时的神迹。第四节，恶毒奸淫的世代求神迹，独独用那神迹以外，无要神迹予伊，就离开因去。对，祝福你。啊，伫宋牧师要讲今仔日的第一讲，第一讲的题目是时代的掉头，啊，甲教会反省。啊，即时我要将时间交予宋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今日会当大家甲大家参加来谈论，但发生真相上重要。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有各行各业，我是非常尊敬这个真敬业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一生加册啊、读书啊、学习啊，都是我对科学啦、对事业啦，我嘛要把这个买迄个经营的册来看下。哎，啊，文当然文学啦，是上面拢真来看啊。我若破病，我若艰苦，我袂去找一个神医啦，我会去找这病医，我去病检查身体，到底我何时患病？破病，所以这是一个敬业的精神。我想这个动荡，是着这个敬业的一块的咱今日伫遮会当甲大家做伙啊，我知影恁大家拢对各行各业过来人，今早有人是退休啦，有人是我哋。拍拼拍牌的时阵，有时咱有真丰富的经验，恁有真侪我无的经验，我有这个机会，较畅观将我经验来分享给咱大家，拢是我真爱听咱大家人生的路途中间所拄到种种的欢喜，甲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时间是讲我较畅观安尼。来跟我的分享，啊，总是希望有机会，然后大家会当上小可安尼更新吼，小可注意啊，安尼小可讨论一下，啊，后来有相关的问题，啊，上合来发言。啊，我袂当讲，我拢会当应答恁大家的问题啦，拢是三个互相启发，心灵的问题是互相牵合的问题，像心人讲就算数，是大家互相安尼努力的中间，啊来迄落得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指示安尼。大家讲到这，咱当下有一个姊妹叫倩兰，又在小上我看，这个心人，我袂认得咧，还是倩兰啊。
毕业大学训练时阵去了上海，所以有一句话讲哦，这个岁月不饶人啊，哦，咱拢从我头拢飞啊，但是不堪回首了啊，啊，看后面啊，所以我拢看头前啊，哦，啊，看上帝要爱我做的代志，什么有什么代志我做，我尽量来做。从我所出的日子来奉献，好，咱首先讲吼，我针对耶稣啦，我讲怎啊生命，互你要清净方面啦，都是要做是无什么用的。我咱今日用这个机会，全场甲来想，咱要将咱所出的日子要安怎来互咱的生命会成功？但我的经验是安尼。我头读册时少年时阵，一只先生讲，当时的心也是安尼，讲人有身体，有肉，有灵魂，啊有肉体才有灵魂，啊有灵魂才有肉体，啊所以肉体甲这个灵魂是拢做伙的，吼、哦，啊当时咱懵懵的，吼、哦、吼，也毋知暗懵啊，讲哇，迄、那个真有关系，迄个是讲啊是对啊，当端盘啊接受啦。后来想讲，这无什么对嘞。后来想着我伫迄落，不但伫基督教信仰，也是讲伫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，也是讲印度的文化，真正想起来，这无什么对。因为咱有肉体，咱是啥？一礼拜前，我以前是去迄落，皇宫啊，伫遐上面教册，啊上面放了一间教会。啊，一个真我钦仰的一个信徒，过身，经过两年的迄个过身，健康。啊，伊的太太两年前过身。啊，我甲比方要离开这个健康来讲，我伫遐十年久已经够了，请新人来当人来负责。啊，最后迄个礼拜日不够。我袂当对你做啥物，我也无迄个上帝，无我迄个因素，通来讲 faith healing， 吼、哦，信伊啦。啊，你艰苦遮尼久啊，总是伊目屎在流出来。你伫遮吼，互阮真大汉。这是我安真短短无下个中间哦，所得到个真大个迄个安慰啦。你去当来讲敬业敬业的代志，你若敬业，照上帝所赐的你，所赐的这因素来努力，无论做甚物代志，我想迄个就是这个咱伫这世间的功能。我讲的是讲，咱到这个时阵，到这个年龄的时阵，咱少年的时阵努力咧，是不是？哦，像我大毕业了。来美国，读册、打拼、调位，但是到现在，才会感觉，哦，重要是重要，哦，无打拼过来，咱平的。但是到现在，我感觉做事要强，但我心灵要去对，心灵问题。啊，这个朋友，我伫讲，教会迄个兄弟。如果不会动间，有常常跟阮讨论，啊，伊的想法有改变。当然，过去三四年中间，阮去台湾，特别疏远。总是照一个朋友甲阮讲，伊对待伊最后的时阵，阮讲，这个兄弟有真正的改变。啊，伊的亲情五十，包括伊的。伊个查某囝，伊个后生，特别讲，你着爱反悔，通直接当上天堂。啊，伊讲我已经上天堂，我已经甲上帝伫底。我说这是真安慰的代志。所以咱做基督徒，无论你信或者信啥，拢不要紧。只要到伫最后这个时阵，一旦讲这个时阵，哦，我甲上帝同在伫底，即款的信心，即款的话可。我想讲，关键是点。
是保罗所讲的一个，我感觉真珍贵所在。伊哩可能都先做十五章所在有讲讲，人到迄最后时阵是安尼一瞬间的转变，对肉体变成灵体，即、這个转变，无人知安怎转变，即上帝的即奇妙作为，都是例外，无一个例外。拢是咱个准备，上帝予咱准备，毋是讲你若无啥反悔啊认罪啊，再上帝予你准备，毋是安尼。上帝是无条件上帝，予你予我机会咱准备来依靠咱上帝。即款伫咱个信仰生活内面培养即款个信仰，啊，若有即款个信仰，我想咱会当快快乐乐来经过个时间。对个，真济困难，拢有当得到这个安慰，真正安慰，所以我根据我个遮真小块经验，卖跟大家讲，唔通教育上帝，即个咱人生个结束个时阵，互咱甲咪上个地点，啊，毋是甲咱阿爹，上帝是甲咱上个地点。现在基督教的一个真大问题是讲，圣餐这物件本来是伫表示讲耶稣跟上帝之间，啊，所以咱圣餐变作仪式咧，变作一个宗教行为。所以我爱请问咱大家，咱一月一拜也好，还是三月一拜也好，是四月一拜也好，伫举行圣餐的时阵，是毋是会感觉耶稣跟咱之间？那伫我真久的迄个教书生涯中间，啊，我几个拢是教书啦，对毕业后了拢是教书。我毋捌教着讲道学啦，总是我有一个观念是讲，讲道学最基本的是啥物？像耶稣教书，耶稣就是咧听听你讲道，啊教。到什么程度，耶稣会当肯定你所讲的？啊，是讲你所讲的拢是耶稣讲的 bullshit。啊，这是经验问题啦。耶稣唔是讲你都爱哦，样安尼演说的样安怎唔成？是讲你伫讲的话有真实啦，有诚实啦无？啊，你所听的，你所讲的，有对你心内出来？唔知你讲唔知？知就讲知，我咱台湾就讲一句话讲，假知咧吼，唔通假知啦。所以咱唔讲有天堂啊，有这个地狱，我讲有，总是天堂长到什么样我唔知，地狱长到什么样我唔知，总是我知啦，天堂甲地狱是伫你个心内，你个心会变作天堂，你个心会变作地狱，当然讲咱对唔对？所以讲，上帝国是伫心内咧，啊，你袂记这样代志，哦，啊，上受气啊，上互人麻烦，哦，总是信仰是讲减少，尽量减少互人麻烦的所在，啊，尽量增加你的心内有天堂，那咧，你一生会过着快快乐乐啦吼，你有拄着真侪困难，事业上的困难，啊，互人迄落批评的困难，但是吼，我去台湾的时阵吼，转台湾的时阵，唔知影讲有电话可能 fraud， 甲你批评，哦，咱想我讲得足真诶咧，啊，我听讲吼，我这个是怎样，房间是建，唔是建不上去了，无讲迄落啥物，迄个什么会啦，吼，讲你有问题哦。我来替你解决，还是哦？你怎话也袂得，我替你得吼。后来听了吼，美万讲，哎，听唔，哎，这唔对咧，得较小心咧，唔通甲伊安尼继续甲讲去，讲啊，多谢你安尼关心吼，啊切断断。啊，最近较袂来啦。我也捌伫这有了在这时阵听到一个吼，这毋是较大个人听吼，这个美国。啊！即个刚才有哪样情况呢？讲一个美国人吼，专门骗这老人生活，
即款人话，所以即款的 flow 不是干呐打工人听，即款的经济的状况是嘞吼。啊，我要出来的时阵吼，啊，计做因老尾转换吼，啊，迄门都爱锁好势，因为即款经济歹吼，差啊真济吼。所以咱我都爱提防啦，总是防不胜防啦吼，要较提防啦对。要紧是讲。咱人生有啥物挫折，事业无拄好，囝仔教育是安怎？吼、哦，种种个代志，互咱真烦。总是耶稣甲咱讲，吼、哦，我伫世间有艰苦，总是爱遐苦不堪个，我接受伊。所以，咱来教会，咱来信耶稣基督，是要来安怎学习来克服咱所拄着困难。艰苦，无艰苦，都是无迄个艰苦来赢过咱。哦，保罗哪有安尼讲啊？所以保罗讲，你茫将你烦恼吼，带去你的门房顶吼，啊，烦恼到要死，吼、哦，这是人生哲学，也是宗教哲学。哦，烦恼在烦恼，总是要困，爱专心来困，哈，唔通吼，啊，一方面烦恼，一方面困，啊，困也袂好势，啊，烦恼。也袂解决问题，啊，所以几多年来是讲，安尼真正安尼行过来，去读册啦、教册啦，啊，即种个，我有一人就是讲吼，你 do your best， 做你所个，总着说，就算你什么文书，到十个文书、五个文书、四个文书，唔能怨叹上帝啦，啊，来做你 do your best。所以我不赞成跟我的迄落囝、迄查某囝讲，你都拢摕这个莫碗当当来，拢摕这个迄落啥，迄落。Class。所以我敢无赞成迄个一号岁教师对讲太阳猛猛吼，生棍子无吼，我不赞成讲教育方面啦，就是讲，讲你有尽你开来来做，还是你浪费你的时间。啊！你若我有在看咧，你若有在尽你个时间在做吼，若、哦、是安尼，我是讲你卖讲无级别啦，爱级别，爱多爱多真重要。这是咱家己个买有压力，咱唔买吼，家己个价值有压力。这是咱个人生吼安尼，一月一个行来咯。所以希望这个时间袂予咱袂下面咱。要不，这个肉体会渐渐衰微，应该咱的心灵会渐渐长大。这肉体的生命甲心灵的生命成反比例啦。哦，上面的说啦，上种我这走路嘛是安尼，较无迄个以前迄个安尼紧啦。哎，渐渐，我以前是太高举咧，吼，啊，总是现在看着球吼，脚会要叮当。总是袂当读人嘞，哦，我带人分啦。讲人分吼，毋是人命嘞。咱台湾人吼，一摆出讲人命啦，啊，这是我的命啦。我是安尼啦。上帝无叫咱都爱人命啦，上帝爱叫咱都爱人分。总是心灵的生命无人分的所在，哦，咪心中所在。所以咱来礼拜堂吼。要三个合适，三个好嘞，所以我今日头一讲是爱甲大家三个想，到底咱迄个巴比丘的教会奉献块问题，加拿大教会、啊美国教会、台湾人的教会有奉献块问题，啊有这些问题，咱就知影这问题嘞，这问题上要讲问题较容易啦。要找到解读较困难，哦，啊，这是咱通常都经验的。要挑剔较容易啦，总是要解用啊，伊在介绍咯，讲呀，咱半信半疑的。所以我今日是，咱得爱先知咱的问题在位，教会所碰到的问题是啥物，哦，啊来得找到迄个，啊你若唔找。无法度啊！哦，咱有一句话讲吼，你迄落
马吼，你当甲看来讲啊，才有水哦。总之，要等下塞下，要讲你来啉水。啊，我想现在伫包庇酒家，我包庇酒家在包，这个美国教的，这款情况。但我所看到的教的，伫包庇酒的教人教的，我爱让大家安心一下。咱最后礼拜日是讲安心就得了。咱来教的是，咱来教的是咩？你着安心咧。啊，来教我教的吼，拢听你上头要甲你接法咧。哦，我讲听着吼就惊起来了。所以我是爱大家爱开平等的思想。一班的迄、那个下年退休的，我是爱咱大家吼有宗教意识的改变。这个政治意识改变就是啥？我想，咱对台湾人从来无是这样想法的。总是我的观察，我的经验，啊，我的参悟，跟我讲，台湾人的意识若无改变，台湾的将来是真黑暗。所以，台湾的政治精神，不是在政党在解决，是内外在解决。咱也袂当伊政治医生也袂当解决，也袂当解决，台湾无将来。就是我所做着个宗教意识个上，伫台湾个教会，伫包括这个教会，我感觉经验袂少。我一日个想法上，伫咱台湾还是即个包括这个基督徒。阿舅来几多？对待来几多？咱个宗教意识若无改变，咱个教会袂改变。我想这点咱都爱认识啦。所以，我伫台湾在做个工作时，讲啊，我来少年时代面吼，我来开一间新来，啊来永生无衰上同学只，你看我就讲岁月不饶人吼，已经无可能啦。我来做是啥物？种。咱老厂伊一讲到我就去咧，吼、哦！啊，通过迄款个机会来帮咱伫咧听个朋友，参考一些改变。我上台那像，真正像迄、那个，英国个即个作家所讲讲，那像即大哥咧，不是在来看，来监视。啊，有做无？你安怎无？啊，像独裁者，上台毋是即款个。我一些已经改变过。我的犯罪，我有罪性，啊，总是上帝知影我的软弱，啊，我唔是讲上帝会听，所以我就爱来做犯罪，唔是安尼。我若知影爸母听我吼，我犯罪我哪静听咧？吼、哦，我去唔去读册，嘛感觉安尼歹势咧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台湾有一句话讲吼，歹囝出世，好生，你要看哦，真济我的朋友吼。他们说伊古早得地位真真嘞，吼，种迄落歹囝饲老爸，吼饲爸母，吼，这是一个例。但我所看到的教会，咱个包括教会，我爱按咱个心来，种咱所拄到个问题，毋是咱家己，咱台湾人，可能伫台湾，还是讲伫包括这个教会个特殊问题。我爱予大家当想想，宗教佮其他的思想，拢有一个趋势伫个。现在，不论伫欧美，还是伫台湾，即所谓主流的教派，伫衰微时阵，即是款个赛局，那叫一个即循环，即历史的循环，即咱无法度当去控制啦。啊，总是伫即个
主理的教会讲，话你讲话啦，即落堕落会啦，还是讲遮个圣公会啦，只要在水平中间，有即灵魂牌就出来了，不需要改。啊，这袂永远继续咧，我袂用继续啦，这是我一向情愿啦。啊，咱看到有啥有熟咧，惊起来咧。啊，总是问题是讲，这是一个赛局。你来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无论什么时代，拢有出来赛局的，唔是干那现在咱个的。我伫台湾，甲只个咱信徒吼，咱台湾的基督徒吼，行传播者，这样实际上是文化传播者，看到家己文化吼。讲到家己文化，就面色变啦。我即个上帝无关嘞，即个即个基督教无关嘞，当然关大事。我去世界读书时，唔捌看到讲无文化的民族嘞。咱的皮肤色是黄色，然后黄色吼，比如讲长到叫做变做白色基督徒嘞，敢不是安尼？所以要看咱的仪式、咱的礼拜，咱拢是照这欧美。贵姓的？我记得三十多年前哦，我在这吉尼巴时阵，我去法国的斯特斯堡，底下有一个退休的，后拄到未少的德国人，还有年轻的牧师哦，讲我是想要离开教的，我是想要离开教的。啊！这个敢是基督教的这个发祥地，上重要的所在。讲无啦，是阮的教会，拢老人啦，无刺激的，无刺激。哦，我袂去哦。反正，所以我爱甲大家讲，咱的教会的变迁。哦，昨天我有些青年人哦出去了咧，我是因真爱因来听啦。知影讲，因在因要继承什么款的教会？予我上痛心的一个代志是啥物？伫黄溪，我黄埔我办的，阮李文国我甲办的教会，想尽办法要叫青年人来啦。我敢若欠几呐尔啦，恁大讲欠几呐尔？我讲恁无叫人。伊讲，咱这老人需要教会。啊！你生活在照顾，干那要干那救遐青年人啊！青年人因唔来啊咧，伫美国文化是安尼哦。今仔我唔知，爸母照顾来到十八岁咧，十八岁了后出去读册吼，就溜溜去啊咧。啊！伫遮当大咱个第二代吼，也是安尼咧。逐礼拜一礼拜，甲你讲一句，讲着咧，讲啊，就真好啊咧，欢喜啊咧。是大好好人吼，咁是咱两个，咱头毛是白两条，所以咱即点我都认同啦，吼，啊，欢喜就来欢喜，总是咱都爱认同，所以我就讲，咱的心灵啊开化的时阵，若不好再教条、再传统把它绑架的时阵，咱就真侪上帝自由的百姓。所以，这也是咱来教会的一个重要说，要安怎真做上帝自由的变成？我感觉咱伫基督徒上无自由的人啦，这唔通做，遐唔通做。我想，古代以色列百姓吼，十条街吼，是上无自由的人啦。无论做甚物，拢去碰着了，总是吼因真聪明嘞，啊，这是咱基督徒所无的。因为前面这叫做套门，叫做挂环，叫做变通环环。哟，啊，你要去，你当行几迈路行咧，几千路行咧，行到你停一下，喘一下大气咧，啊，要搁停行，啊，你无犯规啦，好。这款咧，啊，这吼对基迄个公元前吼三四个去这入币吼，因为我真苦心啦。有头发，你出电话，咱们对牙刷，不要对牙刷，
他说总是一个系列，人家对他说，哦，这还有变动版吗？所以这款嘞犹太教出来变动版嘞，所以无一个犹太教徒，无一个列宾在遵守十三条诫戒，因拢有这变动版吼，啊，安尼因人生态当安尼，整个因的一生，哦，就是咱这个。啊，同我在咧讲这个，十条戒心拢就讲哦，唔能拜偶像，唔能安怎安怎，讲啊就，我连偶像都拜是甚物？啊，人会发问，我啊，从你，哎，看你咧讲这个佛教啦、印度教吼，啊，你现在都唔知做几多，因为佛教多，印度教多，我出自几多国家的啊，啊，我读这个。一面说这佛教，真正印度教、平安教，我是要来丰富我对耶稣认识嘞，啊，唔是要来否定耶稣嘞，啊，所以这款嘞吼，咱嘞正确嘞想法啊，无真正确。所以我爱在迄落安稳大家心中，唔免烦恼。咱伫巴比州台湾人靠做朋友，唔是咱伊的问题。不是咱伊个责任，世界所谓主流教会现在碰到迄个问题，我嘛是最近嘛拄到即个维尼公会牧师吼，即卖维尼公会有较好无？嘛是无好，嘛是人伫点少，啊，这是赛局，历史的赛局，因为是上帝是历史的上帝啊，是安怎古约圣经？注重历史，是讲上帝唔爱咱，会即咱对对来，不对对去。咱这段时间真重要，历史真重要。啊，头下有讲，咱后面咧台湾的基督徒有一个文化冲破者。过去新营区，我伫这个庐山寺内教书，啊，开始先。嗯，讲，你若甚物款的文化，大部分唔知影。如果迄种甲基督教无关呢？有一个开始上学以前吼，我甲伊讲，恁这个开始上学唔免作业，恁倒去念教会，啊，开问讲到底阮这个族对不对啦？伊转来了吼，大部分我讲，阮唔敢问啦。好问了到底吼，迄个中路接触吼，哎呀，同我遮哎，足歹个咧，哦，这甲咱无关咧，咱是对阿叔来，咱对阿公甲好下来，即个英国个张老师，加拿大美国张老师，伊嘛是有迄历史咧，伊年年不过袂讲啥代志。这是咱需要宗教一些改变。现在就是世界在主流教派啊，意识改变的时阵。现在在教派的影响政治社会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啊，主要是在所谓保守的人，因是讲是讲哦，我宗教不管的，总是因的影响比较为深刻咧。啊，所以现在。主要是因个时代，总是不要紧。咱知影讲，咱是家己即个整个，而且主流教派、教会的即个迄落循环的来源。总是安尼，你就叫咱大家放心啦。咱有咱的问题咧，好几个问题。是讲，咱的教会，比如老化教会。老外教的，你看，这青年人出去了，啊，所以就老下来听，哦，就是咱老话咧，咱来当救因转来，因袂转。我，之后我甲这青年人讲，讲啦，恁的父母建立这个教会，我真高，辛辛苦苦把恁教育。啊！要将这个教会后来再教给恁，
恁敢无感觉责任？伊无讲责任，伊无讲责任。所以，若讲我，若讲我伫洪山县教会做传道，你来讲吼，这个大学毕业了，就是都转来，无几千人啊。啊，甚至住伫附近的这村的人，细汉的时候，咱拢甲带来自由，啊，甲来甲培养的这村人，无要转来。有语言的问题啦，有种种的问题啦。不会等，我就是叫咱在进，在进步。我这个感觉上，那是这款经验，老化教会，现在这个教会要变怎，就是服侍这、服务这年纪较大的人教会，要接下来这个、这个年纪较大的人，他的心灵会较松快。啊，会较无烦恼，会较来接受上帝予伊的恩典，就往这方向来行。这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。而且咱普遍的教会，总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教会，要是心心念念讲啊，我真教会，就这青年来，真来，哪来上好嘞？总是我在比较未来。只要这台湾人教会，甲日本人，啊，甲韩国人教会无相同啦。我是好教这，我知影有韩国学生，有日本学生，有台湾学生咧。总是韩国人学生吼，比日本人学生，因想别讲日本人，别讲韩国话，因为一个 pride， 一个骄傲。我的后山是日本，我的后山是三顺。俺台湾不是，我即马方下要甲这小哦啊合作，我要来打埋这三支，我是无可能个，我是无可能。但我最终唔是重要啦吼，所以恁有无是同意见啦？是讲，咱到这时阵，咱的牧会，啊是讲咱礼拜日来教会。不要担心，将咱所存的日子，要安怎来靠意义生活？我讲靠意义生活，唔是讲干来去哭诉人家咧。哭诉从来无保险哦，最起码是用哭诉从跟存的吼，不要下来啦，吼，都是毕竟较重要的代志。比如啊，我情况当。对教会无热心，我较热心啦。我逐礼拜花时间来，然后要去甲人上帝面前在花时间咧。咱甲上帝要上天堂咧，花时间。上帝甲面前咱叫得来，啊那叫去，咱不方便的时候买来，唔是安尼，这个唔是上帝啦。叫现在来就来，现在来不说就不能来，不是啊？祭酒，既然无缘上对唔对？就甲上帝去会啊！甲伊每个朋友，哦，伫咱的这个一出一播啊，拢有礼拜日拢有红字嘛吼。像今仔日十点，我甲上帝约会，啊，甲上帝约会，所以遇到这方案是咩？今日礼拜五，啊，那底下。第十七遍，有一个啥物，有一个问题。我不同大先接触吼，讲，恁呐后来无会，唔通伫对中间，上帝啊，求你来阮的中间。上帝已经伫咱的中间咧，是咱唔知咧，所以求上帝予阮知影，你伫阮的中间，我阮真无想象哦。安全是战战兢兢的，不要随便的。咱对象不太随便的，哦，看卖随便，啊，甲上就不好。所以来教会，唔是 obligation， 唔是咱的义务，是咱的本分。那这样问题，来教会要从什么？哦，啊，你贪嘛，你背啊，伊啊，对你背啊，
啊，大家走路拢安尼，有人擦，带惊惊到，啊，为写轮椅个咧，就看你教会吼，有一两个吼，上一百岁个吓，有下阮无路用安尼，阮无路用，哎，来教会有哪无路用？无影吼，你来坐咱遐吼，啊，一礼拜，我去见教会，就是这是我去床单嘛，我去，哎，一个火把上吼，安尼擦光哦。差讲来参加咧，我讲你唔能讲你无来嘛，你差讲来一点钟吼，我再请人看到啦，要上个啦，啊，是老人，到80岁，100岁人啦，老来就去啊，这是真好见证嘛。我讲你讲去对贪多，你来信会无必要，你来就去啊，我相信，唔是几多老个人来讲啊。这老人来这里啊，的确也是上升的，不是来随便，不是来这里啊。所以我用安尼来咧鼓励，哦。我来讲真正袂惊的，啊袂，不是迄落这里多点物事。那拜那迄落圣餐了，我就招呼啊，教会朋友，啊咱来面道面主甲。不愿承担，足欢喜个，哪个是人？像我伫台湾，这个草地教会吼，草地咱知影有迄个农忙期嘛吼，大家拢做些人就袂。我遐就无会即个牧师讲，你唔通大家个人讲吼，你礼拜是两个礼拜吼，礼拜礼拜个无去拜上，你都爱出去个，你去参农吼。甲面祈祷者，甲面休息，吼、哦，啊，甲面讲者短短诶，因搞真欢喜咧，啊，规日吼，会当用欢喜心来做工咧，安尼都无真好，啊，因敢是摕卡片书来执账咧，安对着来，因嘛是真欢喜摕来送你咧，敢毋是安尼？哎吼，哎呀，咱是来搞药铺，毋敢搞别人家。基督教出身的人，当袂记得些人，所以唔通袂记得台湾基督教会，唔是变作无批评的人啊。现在台湾基督教会，我那碰到我在讲这问题，所以我讲，咱所遇到的问题，唔是干咱的问题啦，是后边的教会的问题，啊，是台湾基督教会的问题。我是真唔忙吼，啊，有一款机会吼。唔是讲咱参观人呀，台湾基督教的人，哪来人参观？但台湾基督教的一个问题是咩？是讲吼，恁个咪担心是？台湾现在吼，台湾基督教的差不多200间教会无牧师呢。你个咪担心是？我听到的时阵吼，袂担心呢。啊，怎么？咱教会就讲啊，你一日都抓一日来规矩，哦，规基督教，哦，靠好。啊，我不是讲夸张嘴啦，啊，就吼，到189年时阵吼，这个就发生。啊，到我有拄着一个了嘛，比如讲，我吼要引带我的查某囝来做基督教都无可能嘞。问题是就对，是讲吼，现在我伫美国，迄个阿秋，讲要控制失业率，最新的美国的失业率是无进步啦，8.2%啦，啊8.2%，啊，伫即个上班吼，台湾。
差不多千间两千间教会，我两百个教会，三分之一教会无牧师，现状，大家开了顶啊！牧师在找教会，教会找牧师，找拢无，找无介意。所以我无奇怪，咱伫遮伫包水教会，若找无牧师，啊，迄落毋是奇怪代志。啊，若有牧师的教会，毋通随便要甲叫伊离开。哦，你头壳大心啊！离开了，变咯。伫台湾台南吼，伊阮因个家族是教会太平教会。两年久无牧师，最近才听到，咱就安尼讲无。啊，两年过程发生，新的代志发生咯。哦，所以咱后位 prepare 就好 ，prepare 就好。咱有准备安怎？到时到讲这个牧者，咱就来去这个。不上去无？哦，啊！你人讲我讲是对唔对啦？吼，啊，唔对你我讲歹听啦吼。我人人你敢是真侪迄落无牧师的，无教的牧师？无教会牧师？牧师无教会啦。是对门开始呢，这个跟咱一人用手机呢，这个手机就对了。迄个 Jobs， 迄个 Apple Jobs 那无问问题，安尼平定啊平定，嘛有惊这个手机嘞，嘛有惊这 computer， 人类历史对门开始，教会历史信徒唔敢问。对天主教，当时去天主教，到现在还是唔敢。
唔敢问的所在，无进步。看对唔对？所以，人讲吼，我是自律性人格，唔是啦，我是开放。因为上帝是开放上帝的，上帝是开放上帝，创造这个，哦，上我这上上上高层的这个这科学家也讲不出来，讲到底地球这个宇宙安怎开始的？这款的上帝，开放上帝，啊，搁一人科学家，搁来发现一人讲，不是干那用人做本位的宇宙呢？不是干地球做本位宇宙嘞，咱地球所属的这银河是千千万万的银河中啊一个哪只嘞？啊，佮这地球是这个咱所属的银河的偏偏啊边啊一个哪只？我说句，咱知影家己有家己嘞，吼，讲吼啊，地球嘛是迄落晒太阳。未得来咧，伊一生两劲，未得来。都是每一个时阵，就科学的这个限制啦。咱我唔讲科学无限制，科学若无限制吼，我即摆科学家讲，地球科学家讲，那因为因个最后目的是要找到一个会当说明一切，包括上帝创造的这原理，我好加在因找不出来。啊！若找出来，我就不失业了。我失业了，啊！因找不出来。这是咱的上天，开放上天。所以伊个人讲咧，这个宇宙吼，继续在扩展。到一个时阵，500万年以后吼，现在会跩无见。总是咱知影，伫创造这衰竭。这记录的十二生肖，你讲新创造的新天新地，所以我即马真钦佩哦，圣经的这个地位咧，哦，世事咱若无照字面的去啊解说，头我你讲耶稣，你讲迄落讲新旧的会当迄落新地，啊，这个迄落 New English Bible， 安讲安弄安尼讲。耶稣讲：“恁着爱会晓解说时代条条，解说时代条条。犹太国佮以色列国个成立，就是欲解说这个一个时代条条。讲恁哪里做吼，以色列国个灭亡哦；恁哪里做吼，犹太国个灭亡哦。因唔听嘞，讲这讲遐笑话。阮大人因为天南海北嘛，唔听。”啊，真正袂讲。照即、这个中国迄个时阵，我袂记咱个经啦。中国到解决吼，迄个真重要个迄个教训出来。当时中世纪个迄个天主教，伊讲恁倒来，拢大家来天主教堂，哦，来敬拜上帝。当时卡尔维也是讲马丁路德，哦，当时讲唔通，恁啊。反悔吼，做这个新教徒吼，你拜一个拜六，唔通去教会，教会唔得关起来，因为恁的这职业是恁的 vocation， 上帝呼恁的迄个职务，你好好去做，啊，你反正你做无够的，啊有做唔对的，你反正来拜上帝，为什么嘛上帝啊？我上帝哦，真软弱，做无够，哦，请你相信我。啊，佫得到新的勇敢，新的勇气，来讲话。这是宗教改革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咧。这个时阵哦，已经
即个原则已经无啥下啦。我捌捌伫即个日本京都做制作个时阵吼，啊，伊就讲给我比较大两部，看这天主咱个教会吼，日本个教会拢乖嘞啦，啊，遐个佛教个寺院啦，拢开啊，你来咱去遐看。我一查啊，甚至真侪人拢去看，无意外中间，因得到这宗教的训，熏陶哦。新的人讲日本人无宗教心，就是后边人在讲的。日本人是真宗教心的，啊，像我来不是啊，水上坡吼，翻红红的时阵，啊，想要去我住的所在一个去洗洗，去看下迄落新鲜吼。看到这个日本的欧巴桑吼，来到电话，到近前吼，到这状况，哇，不知对叨个，咱拢是礼拜日上阵，过会上阵，上阵不是话，所以这就是咱的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，但我的时间特别短。要错呀，错些就真可惜。啊，可是啊，当然，咱讲吼，错些是政治的这艺术，你看靠别人咯。就是甲几人几条人中间吼，就爱几条 give and take， 吼。唔像你公安怎安怎咧，因为就是对方的迄个多合咧，吼，伊的利益咧，吼，总是唔通将你的做人的尊严出卖。我想这是。啊！伫基督教会、基督徒都爱学这点，所以长老会这个总会吼，咱国外遐个那个总会干事讲，若是中国的这个基督教会人来访问，唔免甲招谈，闲着，因为因来人讲官话嘛，啊，我听你咧讲因来是要来宣传因国家的政策，不是要真正就做听做听来来来来来来。所以，这个身体吼，我真清楚。你有时就爱跟人迄落讲话，有时就跟人冲突。耶稣吼，咱讲的这句话是讲要等于咱的观点嘛，是耶稣。咱若是拢。迄落耶稣若讲推下吼，耶稣会死的是确定。然后来发东西，中包中用，啊个一人是讲，我爱负责说明，咱对法利赛人有偏见。法利赛人赛唔是遐歹，唔是遐唔歹，因是奉公守法的人，啊，歹是咩？歹是遐借势讨害，遐观念。甲罗马这个妥协个，你啊看，你来读这约翰十二章吼，英国德国同志，啊，我想我以后要谈个，要选择要提嘛。那这时候吼，该发生个可能，人家讲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等于是不对啊，唔能靠罗马政权啊。啊，这时候，当然这时候关键性多，你唔知啊。一个人来死吼，比全国的犹太人拢死较好。一个人来死，比全国犹太人死较好。什么意思？所以这真真人的代志了。所以，我所爱讲是讲，唔能做土下的基督徒。就关键做人的尊严，基督徒。后来你教回来，是要有几点？咱有咱的软弱，咱有咱的利害关系，对，拢完。
我是咱就来讲，这是咪无不能来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我袂当超过我的底线。我讲实话，无变。都有这块气的。所以，我讲这个点哦，爱让大家讲，现在咱所面对的世界，总是有咱。但是，但我的经验是讲，咱就爱好好来照顾咱家迄个银花子，啊，啊，咱较好过一点。啊，人唔是咱唱卡拉 OK 啦，尔，卡拉 OK 啦，真好啦。啊，我咱就爱来想讲，到底，咱要怎来过咱的吼？家己拢离开去，有阮的人生啊，咱家己照顾，总是咱要安怎？是嘞。就爱来想，大家想，我想安尼，咱的教会才会渐渐起来，起来。咱也知影讲，咱的教会是不退的教会，啊，希望是肉体来老化，心灵要旺盛的教会，吼，种种有这个条件的时候，人会来。我是，咱也无人话见的，我拢是家己生活安尼啦。这些人很多，耶稣对人也是算家己一个人，家己一个人哦。而且看2000年来哦，耶稣影响超过每一个人影响，去对对。啊，我怎在写册啊？搁后来我写耶稣，也是关于耶稣的事情。我到现在还袂当做看，我只能看册，去看。当时吼。关于这个生病啦，人所留的物件真多啦，总是耶稣无下旨意，伊无留伊的制度，啊，伊也无也袂晓讲希伯来话，希伯来话，伊敢若会晓讲当时的希伯来话的一个方言叫做阿拉伯语，都是我一生中看的一个最喜欢。耶稣的确学真济，即个摩西五经以外，有犹太教迄个变动文，所以你若看伊的迄个譬如吼，拢是变动文哦。用故事我们都讲，所以我是心内上好，无讲主要讲真难，总是无讲安怎，总是我开始着讲故事的路吼，是真对嘞。我去年伫美国出版一本书，讲相机头有故事，唔是有教义。所以咱即个是转变的时阵，唔是有教义，是有做故事，上帝创造的故事嘛。啊，最后嘛是有故事的，哦，继续的故事呢。啊，咱后壁的基督教。教信仰是将这个故事甲摕来，甲变作教义呢。啊，咱看这是正统，就是咱的正统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那时候一人讲，耶稣有讲，后来讲这要入正统的代志，大家是爱入正统的吼。心内那就正统，是平安的。最后，咱若无亲像囡仔吼，安尼较天真嘞，这样子。啊，所以我最后讲这个酒，要甲这个迄落酒干的代志啦。台湾真少放这个嘞，古酒也所以讲，耶稣的迄个地位吼，迄个地位吼，实在是过人。伊啥不会人家呢？啊，所以我最近感觉真吼，伊这地位是对这个犹太教诶，这个变通办落来，用古旧那下伫这个。我但古酒也唔能下当新配咯，
迄也毋是好个办法。第三个，迄落选择是讲新手下当做个咯，啊嘛是毋好，哦，啊会破坏这新手嘛。伊讲个正是，新手就爱下。啊，这是真困难。耶稣是想要用新酒下心火咯，所以拄着差异大。咱所要拄着困难哦，无平常都较大啦。所以，咱伫教会要当中心，要做什么的工作，拢要紧，总是爱收集啦，什么新酒。什么心心不了？啊，哪边咱心最心里种古旧听得好嘛？咱只咱伫现实咧想诶，真侪事吼。突然间发现，礼拜诶时阵吼，真侪拢伫后未来。啊，则伫后伫英国、德国，啊，伫即个瑞士，礼拜日去礼拜人真少啦。我比较礼拜要两周，开始伊时间带十外年，知影真。啊，所以这款情形吼，我希望较侪朋友能了解。来看咱教会、我的教会的成就是，啊，若要互这成就来发挥伊的功用，咱的教会要做甚物款的改变？即十五世纪，中国解决了真大个前提嘛，真大个奋斗个问题嘛。所以，到这边到这嘛，剩几番、几当、个几分钟个时间咯。咱安尼前后吼，安尼做我来讲一下吼。咱个教会，即毋是别人个代志哦，是咱教会吼，成就使命。啊，即成就需要什么款个心态啊？什么款的荣幸啦？哦，咱来做来讲一下，哦，包括文件，哦，奥普的等待，啊，谢谢。谢谢台湾的教会。经过一开始啊，有新的观念。那有对着着迄落，咱讲信心的感觉，迄个教会是无啊。哎，就是新，嘿，这就是新时代。袂使往咱迄个老套，爱往。我看咱教会拢有足侪问题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啊，我看咱教会迄个问题吼，你若有想要改变，我想迄就是一个成就，对啊。我来讲对不对啦？吼，即句话听。教。来，我来，余大娘。我咧请教这个宋博士，你当地讲起这个老话。啊，即老化我一看就是讲，不管北美洲，也是不管伫台湾，即个时代就是拢渐渐看到迄个老化现象。嗯。啊，所以安心咧，你头先讲即新酒时，我就想着讲，要互即酒会通较安尼发酵较好，一定来有迄个干，安尼生长的迄个味，伊个，毋是死板板。所以，换句话，我都伫想讲，是毋是今仔日这个时代，我安尼看，哦，少年有因的秘境，比较差不多拢年岁较侪吼。当你咧讲老化的时阵，我着一惊。怎样？啊，有事实啦，无事实。啊，事实啦。八米九的这毋是全世界的，所以请问。要安怎好个？你要我安尼认，迄种有生命会通伫现在的教会存在。那你每一个教会拢有无相像的答案啦吼？
那叫我的土象啦。啊，你大兄吼是我以前的公司的宜宾兄的土象，小弟，所以这么真欢喜吼，咱都看袂到。我头有讲这个肉体甲心灵的分别，所以咱的肉体用老化，啊，咱拢是迄、那个伫迄个途中啊，吼，都是应该咱的心灵。诶，合法啦。